老子他妈的还想找你，不在公安呢，周先生，我在不在吧？我现在还找你，我都找不到。于杰的狗子啊，狗杂种去哪里？啊？来个铲这里，我们在招了多少做人的表面工作？我可以铲，你可以问点小区的人，问点环卫处的人。整条街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没有维持？我们维持共产党，维持政府的那个，你们做了什么？全在这做，你还搞这个小区，现在装模作样的做一下，又录个像还是做镜头，瞎掰，真的是狗杂种。你看，这骗子，然后这所有人在宣传，全是骗子，照片骗子，最大的骗子，这是广西桂林市秀峰区九岗岭小区，小区，你看这些领导。在洪水的时候，同样是桂林市七星区的，人家就做到社区街道全部到社道到社区来告知，要老百姓做好准备。就秀峰区丽晶街道，还这没有一个人，我们最关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提醒我们。同样是桂林市，人家七星区为什么能做到？秀峰区政府你为什么不能做到？啊？当时你们来拆我们抢拆我们的这些那么多合法分子，一个个的，这个我也露过脸了，都露过脸了，哥哥一个个的来这里，那个黄海呢，狗杂种的先不来了，一个都没冒头。从我们按烟的时候，谁讲话做个装模作样，丢脸，真的是，你上拆迁你有脸，我录得很清楚，我都不怕你，有本事你铲子打过来。我们为什么要打过去啊？哎，因为我揭穿你们，你怕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还要挡到脸，真的是怕什么？我现在都说，你们不来，我先找不到你们，先你们送上门来。好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